Bootstrap 是什么呢 ？Bootstrap 的我们上午就说到了什么呢？就是说到几大块是吧？一个是关于 Bootstrap 的这个表单啊 ，Bootstrap 表单这是一块是吧？表单的话，那么基本的这么比较就是不是太好看 API 文档那些东西我们都讲了啊，表单啊，表单里面主要有一个表单控件组这个东西啊，表单控件组啊。然后的话，表单说完之后，我们说了那个什么呢？就是这个导航条是吧？导航条的话，主要是要做这个导航条的什么呢？一个是结构有点复杂是吧？结构有点复杂啊。然后的话，要做这个导航条的什么？它的那个缩放的效果是吧？就是那个什么点击小按钮然后伸缩的效果啊。导航条的话，主要是它的结构是有一个头部是吧？这个头部的话，主要是放什么呢？放这个。一个是这个头部放这个 logo 是吧？放一个 logo， 然后的话头部这个的话是放了一个那个切换的按钮，是这样的、啊。然后其他的就是关于这个导航条里面的菜单，一个是导航条里面的这个什么表单那些东西是吧？然后这整体的话我们需要用一个 DIV 包起来，是这样的、啊。这个 DIV 就是做这个切换的是吧？做点击小按钮切换的啊这一块是吧？我们这个小按钮的话，然后它的这个。切换的这个效果是什么呢 ？data-toggle 等于 collapse， 就是这种上下的切换是吧？伸缩的切换，然后它的 data-target 就等于我们这个包起来的这个 div 它的 id 号是这样的、啊，这样就可以实现这个切换了啊，就不用写 JS， 直接你把这个东西写对了，它就有这种效果，是这样的啊，啊这样子的，这是关于这个菜单啊。好，那么接着我们又说到了是关于这个模态框啊，模态框的话上午我们说了是。一个是几种模态框是吧？比如说是3种尺寸的模态框是吧？啊，模态框的话，它的结构是3层结构是吧？先是 modal， 然后再是 modal dialog， 然后是 modal container， 这3个 div 先把模态框包起来是吧？3个 div， 3层 div 包起来，然后里面的话就是3块结构是并列的是吧？那么是一个是头部是吧？模态框的头部、模态框的主体和模态框的底部是这样的、啊，好。那么我们模态框怎么和这个按钮进行关联呢？一样的，模态框给个 ID 号是吧？然后按钮的话就写上 data-toggle 等于 modal 是吧 ？data-target 就等于什么呢？等于我们这个什么模态框的什么呢？这个 ID 号，那么它们就关联了是吧？点击就可以把它显示出来啊，这样子了啊。那么这个模态框的话，有这几种尺寸是吧？有什么？这个默认的有可以设置2种尺寸，一个是设置大的是吧？一个设置小的啊。如果你不设置的话，就是中等尺寸的是吧？这个尺寸的设置是在第2层里面设置，记得啊，是第2层里面设置是吧？这个 model dialog 里面设置这个尺寸啊。好，这是关于模态框的这个结构以及什么呢？我们不写代码的时候，不写 JS 代码可以弹出来啊。那么如果说我们写 JS 代码来控制模态框的弹出是吧？如何写呢是吧？那么上午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是吧？上午我们说了一个例子啊，就是说写 JS 来弹出模态框啊，好看一下啊，这个写 JS 弹出模态框的话，那么就怎么写呢？比如说你用一个按钮点击的时候是吧？这个按钮是要给 ID 号吧？你要获取它啊，在 ready 里面写是吧 ？ready 里面一个按钮点击，然后这个模态框怎么样？这个是模态框的 ID 吧？然后 mode 这是它里面封装的方法是吧？直接用这个方法啊。然后 show 的话是 true 是吧？就是可以显示出来了。然后这个 background static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点击模态框的背景不会把它关掉，是这样的、啊。如果你不设置的话，你点击背景可以把它关掉，是不是这样的、啊？好，这是把它显示出来啊。隐藏的话就是什么模态框什么 mode 然后 hide 就隐藏了是吧？实际上我们如果现实开发中的话，我们是这个用的比较多吧，是吧？我们通过程序来控制吧，不是说自动弹出，是不是这样的？是用程序来控制它弹出，是不是这样的？起码要满足一个什么条件才弹出，是吧？满足什么条件才把它关掉吧？所以说我们一般在程序里面写这一句或者是写这一句吧，是吧？这个是开，这个是关，是不是这样的？啊，是这样子啊。好，这是关于模态框的这个使用啊。好，那么这3大块说完了之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啊，基本上的话，我们的这个Bootstrap 的核心的东西都说了啊，核心东西比如说3格化系统啊，然后说了这几大块东西啊。好，那么接着我们再接着说一些小的东西啊，好，小的东西先要说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小的东西先说一个，好，先说一个路径导航吧啊，路径导航这个东西啊，好，为什么要说这个东西呢？我们先把它放上去啊，路径导航是什么，是吧？好，路径导航啊，004啊，这个是路径导航。好，我们把这个基本的东西把它拷过来啊，这个黑的把它弄过来，然后这个不要了啊。好，路径导航是什么呢？我们来新建一个路径导航啊，先拿一个 DIV class 的一个 container 是吧 ？container 啊，这个是一个容器是吧？容器啊，容器里面那么那拿一个什么呢？拿一个什么 DIV class 的 row 吧 ，row 啊。好，然后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这个路径导航啊，把它复制过来啊，这是一个路径导航，哎，错了啊，路径导航，这个结构比较简单啊，就是这个 OL 是吧 ？OL 是有序列表吧？有序列表里，然后放这个，放在几个东西啊，这个几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复制一下啊，复制，然后在这里面来。粘贴啊，好，路径导航大概是这样子，这个用英文写的，我们来写一下中文吧。比如说这个是什么？首页是吧？首页啊，首页下面假设说是什么呢？是这个产品列表是吧？产品列表下面的什么呢？这个是假如说是我们做什么呢？生鲜的，比如这个是水果是吧？水果啊，好，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看这个效果啊，好，这个效果大概是这样的，就是首页下面的产品列表下面的水果是吧？它这个东西是干嘛的呢？它是只是当前页在哪个级别里面，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只是当前页我这个页面，当前这个页面在哪个什么？是相当于是一个网站地图吧？类似于这种是吧？好，这个的话叫路径导航啊。好，那么好，这个结构大家清楚吧？大概是这样子的啊。好，那么为什么要把这个单独拿出来说呢？啊，单独拿出来说，因为这个什么呢？这里面有一个单词叫做什么呢 ？breadcrumb 啊，这个单词啊。好，这个单词的话，那么它为什么叫什么路径导航？是不是这样子啊？好。这个单词的意思它是什么意思呢？它是面包屑的意思啊，面包屑。为什么要把面包屑当路径导航呢？是吧？现在的话，我们基本上都用这个东西来做路径导航啊。只要你的当前页面如果是显示一个当前页是属于哪个层级的，是吧？那么都会用这个单词去做这个路径导航。而且的话，这个单词怎么样呢？是属于 SEO 的，就是说搜索引擎爬虫的话，它也喜欢去搜这个单词啊，搜单词，然后根据这个单词是什么？去理解你网站的结构吧，你网站的结构是什么？是属于这个页面的结构，它是不是可以通过这个去读啊？是吧？你的结构，比如说这是首页的第一层，然后产品列表是第二层吧，然后水果是第三层是吧？类似于这一种的啊，它会通这个单词去理解这个啊，这个单词的话已经约定俗成了啊，就说你如果在页面上插入路径导航的话，那么就用 breadcrumb 啊。好，面包屑，那么这面包屑的话就有一个典故，什么典故呢？就是说，以前就是说，他这次来是国外的，是吧？国外比如说有一个小女孩啊，有个小女孩她到森林里面去，是吧？到森林里面她害怕迷路了，是吧？害怕迷路她怎么办呢？她就拿出一个面包，她吃了面包啊。那么走一段距离的时候怎么样？就拽一点面包屑下来扔在地上，是吧？做记号，是不是这样的啊？好，拽一点，然后走一段的话再拽一点扔在地上做记号啊。那么的话，他就想什么呢？通过这个面包屑怎么样？如果从森林里面出来之后怎么样？可以找到回来的路吧，是吧？但是这个什么，是不是事与愿违啊？是不是事与愿违啊？为什么？他的面包屑会被那些动物给吃掉，是吧？啊，好，这就是这个典故啊。因为这个典故就是因为这个故事啊，所以说路径导航就叫什么面包屑啊，就是这个单词啊。好，所以说你们在页面上要做这个东西的时候怎么样呢？就用这个单词就行了啊，不管你用不用这个 Bootstrap 啊，记得要用这个单词来做你的这个路径导航的这个样式名啊，这个意思啊。这是关于路径导航啊，这个结构不复杂吧？结构不复杂啊，就是这个 OL 里面什么呢 ？LI 是吧？好，这是关于这个路径导航啊，在这里要说一下，记得这个啊。好，那么以后大家碰到这个单词就不陌生的吧？不陌生的啊。好。好，那么我们还接着说什么呢？接着再说一个，说一个下拉菜单吧啊。好，下拉菜单的话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点击一个东西可以下拉一个菜单啊。这种效果应该用的不是太多啊，用的不是太多啊。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在那个有些地方可以用到啊，但是用的不是太多啊。下拉菜单的话，它的结构是什么呢？首先是这样的一个结构是吧？这样一个结构，然后这个是下拉的菜单啊。好，我们把它拿过去吧，下拉菜单啊。好，我们可以把它直接放到这个页面上吧。比如这个是下拉菜单啊，下拉菜单的话，我们把它放到这个地方来啊，看一下它什么效果啊。好，这里把它什么呢？把它换一下行啊，换一下行。换行之后，然后这个是下拉菜单吧，是吧？好，我点击它，是不是有个下拉的东西啊？啊，这样一个东西是吧？点它有这个下拉的东西啊。好，这个东西的话是实际上的话，实际开发中应该用的不多啊，这个东西啊，这东西可以了解一下，它是怎么做的呢？它的结构大概是这样子，是吧？那么整体用一个 dropdown 的一个 DIV 吧，是吧？整体用个 dropdown DIV 啊。那么上面这个是一个什么呢？就是一个下拉菜单的一个什么 DIV 是吧？这个是包的这个文字是吧？包这个文字啊，包这个文字的话，然后它的是什么呢？它的样式是，这是按钮的样式，是不是啊？是不是按钮的样式啊？btn primary 是按钮的样式，然后这个给它一个 dropdown-toggle 吧，是吧 ？dropdown-toggle 啊，好 dropdown-toggle， 然后 data-toggle 等于 dropdown， 是不是这样的、啊？然后它没有 data-target 吧？它是没有 data-target 的，它是没有写什么写什么 ID 吧，是吧？它应该它们两个是一体的，是不是这样的、啊？它的这个 dropdown-toggle 就是针对它的吧，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它就不用写那个什么 data-target 啊。好，这个是按钮，这是下拉的，是吧？它们两个是通过这个一一对应的，是这样的、啊，一一对应的啊。就是在这里写一个 job data toggle 等于 job down， 然后这个地方写什么 job down menu， 是不是这样的、啊、job down menu 啊。然后的话，它们之间就关联的吧，它们之间就关联的啊。关联应该是通过这个赋级，是吧？这个赋级就是这个赋级里面的这个 job menu 就会它跟它进行关联啊，它就不用什么 ID 了，是吧？没有用 ID 啊，然后的话，我们的这个什么 span 的话什么呢？这个应该是一个什么？这个是一个箭头啊，小箭头啊。比如说把这个注掉，把这个注掉的话，看一下啊，把这个注掉的话，这个地方刷新一下，这地方是不是没有那个小箭头啊？小箭头啊，好，如果把这个打开的话，它就有个向下的小箭头啊。好，这个的话就是刷新一下啊，就有这个小箭头是吧？这样子啊，好。这个结构应该也不是太复杂啊，结构也不是太复杂，就是这个地方不用写什么 data target 啊，只用写 data toggle 就行了。好，这是关于这个下菜单，因为它用的不是太多啊，这个东西。好，好，这是关于这几个啊。那么这几个说了一下之后，我们接着再来说什么呢？就是剩下的这些东西啊，剩下的这些东西的话，有些东西，比如说这个剧目以及这个什么呢？啊，其他的这个图片以及这个字体啊，字体我们已经说了是吧？字体的话要什么呢？必须用那个 font 文件夹必须和 CSS 文件夹在同一目录下面吧，是吧？啊，你就可以什么用字体图标啊。好，接下来的话，这些东西的话，比如说这个响应式图片啊，响应式图片的话，然后我们还有一些东西啊，剧目这些东西，我们就结合一个例子来说一下啊，结合一个例子，然后这个例子的话就是结合我们就是昨天到今天学的一些东西啊，一起来把这个做一个例子啊。一个什么样的例子呢？就是我们今天也发给大家了，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是吧？一个这样的一个例子。好，这个是什么？水果节，看一下啊，这样一个例子啊。好，那么这个例子是什么呢？这个例子就相当于是一个什么专题网站吧，这就是一个专题网站啊。像这种专题网站的话，我们在日常开发中还是什么呢？还是做的比较多的啊。日常开发中做的比较多的，就我之前也说过了，日常开发中一般是做什么呢？一个是做以前的项目的维护吧，修修补补是吧？改一下小 bug， 是不是这样的啊？不可能每时每刻都在做项目。如果要做项目的话，可能是比如说一年中可能有那么几个月是吧？2、3个月可能要改项目是吧？那个时候就非常紧张，每天要改项目，是不是这样的？那时候就是什么这个工作比较紧张啊。其他时间的话，项目做完之后，可能大部分时间什么样呢？对已有的项目进行修改是吧？然后增加点东西，然后修改点东西，是做这些事情是吧？那么还有一个日常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针对什么？针对一些节气或者针对一些什么东西做一些专题网站来做什么？做这个促销吧，是吧？做促销啊，所以说专题网站也是日常工作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工作啊。那么的话，像这种专题网站的话，就要求什么呢？要求我们什么在做的时候啊，就是最好是什么呢？同时在什么 PC 端可以推吧，在 PC 端可以推，在什么呢？平板和手机端也可以推吧，就是说都可以看是吧？这个页面啊都可以看啊。那的话，如果你针对不同的，针对 PC 端做一套页面，针对移动端做一套页面，这样怎么样？是不是太慢了是吧？这个成本也太高了，是不是这样的啊？没必要，因为这种专题的页面怎么样？它只是挂一段时间吧，比如说挂1个星期就下线了，是不是这样的？它只挂一段时间啊，所以说这个东西要求快，越快做好是吧？越快做好越好是吧？做好之后马上怎么样呢？就挂一段时间，然后做一个活动，然后放一段时间之后，然后怎么样就下线，是不是这样的啊？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说的话，我们就是说，如果是做这种网站的话，就是尽量的用什么呢？用框架来做是吧？快一点嘛是吧？用框架来做啊。那么的话，这个的话就是最好是什么呢？像这种做成的响应式是吧？所以说我们首选的是什么呢？就是用 Bootstrap 来做这种专题页面啊。好，那么如果说你用 Bootstrap 来做这种专题页面的话，是怎么弄呢？就是最好是什么呢？让 UI 设计师跟 UI 设计师说一下这个 Bootstrap 的一些什么呢？一些相关的知识吧，相关的一些设置是吧？这就相当于需要什么呢？前端跟什么 UI 做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啊。如果沟通不好的话，怎么样呢？这个它设计出来的东西你不好用框架来实现是吧？好，比如说这下面有个地方就是没沟通好的啊，下面这个地方是不是这个每一行是不是5排啊？好，这一行5排是吧？这个地方相当于没沟通好是吧？没沟通好的时候它就摆了5个是吧？你摆6个我就好做了是吧？摆5个是不好做啊，是吧？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5个，如果是5个我们怎么做是吧？好，还有一点就是说最好是要让他知道这个尺寸是吧？我们这个尺寸是什么样呢？就是算上间距，整体的尺寸应该是最大尺寸应该什么？1170吧？是不是1170的？就是一定要告诉他1170这个尺寸，让他按照1170的尺寸来设计吧，是吧？你说1170，他按1000来设计，你是不是也不好做啊，是吧？他默认是1170吧，你设计成1000也不好弄，是不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就要求什么呢？沟通啊，要跟 UI 进行沟通，然后什么还要什么，就是让产品经理配合你跟他一起沟通，是不是这样的啊？大家一起商讨啊，既然我们要用这个框架了，我们怎么样？是不是要遵循这个框架的一些规则啊？是不是这样的啊？就是宽度1170是吧？宽度1170来设计啊，然后的话怎么样呢？我们的这个多栏的这种什么呢？设计的时候最好是什么呢？能被12整除的是吧？能被12整除的，你要么设计成6栏，或者是4栏，或者3栏，是不是这样的？两栏、一栏都行是吧？不要搞五栏或者七栏，是不是这样的？5个、7个就不好做了，是不是这样的？你既然用它，你就按照这个来了之后，我们就做的比较快，是吧？做的快一点啊。如果你按照你要用 Bootstrap 用这个框架，但是你又不按照它的规则来设计，那还不如不用这个框架，我手写是不是更快一点呢、啊？是吧？因为你不手写，你自己来调这个 Bootstrap 是不是太麻烦了？你改它的样子是不是很麻烦呢？是不是这样的啊？还不如自己写啊。好，这样子，那么这个的话就要求什么呢？就有一个很好的沟通，是吧？最好是产品经理也懂一点什么呢？啊，懂一点 Bootstrap 那是最好，是吧？他知道 Bootstrap 有这个什么三格啊，他大概知道有这个概念啊，他知道有三格，然后有几个固定的尺寸，是吧？那么他会跟 UI 说，是不是这样的、啊？是吧？那么或者说你们将来什么呢？你们当了产品经理是吧？你们就很好沟通了吧，是吧？你们是不是懂这个东西啊，是吧？啊，你们很可能有人将来会做产品经理的啊，不一定说所有人都做开发，是吧？往前端发展肯定就是产品经理的，往后面发展就是什么技术总监吧，这个职位是吧？啊，大概这样子的啊。好，那么的话，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啊，这个什么呢？专题网站的效果图啊，就是如果要基于 Bootstrap 来做的话，怎么样呢？一定要遵循它的一些规律来设计，是吧？好，那么这个说了这么多，那么我们就开始来用一下我们的 Bootstrap 来做这个什么呢？做这个专题网站啊，那么做的过程中的话，可能就要什么呢？我们就要用到我们前面学的一些东西，是吧？学的一些东西啊。好，那么的话，这个专题网站它的这个什么呢 ？PSD 图是吧？我们已经拿到了啊，这是一个 PSD 的图啊 ，PSD 图它是带图层的吧？啊，带图层的啊。好，然后的话，为了节省时间的话，今天已经把这个什么呢？切的图已经发给大家了啊，这切的图已经在这个里面了啊。已经把图切出来了，看到没有，是吧？已经切出来了啊。好，这是切的图。好，这个商品只切了一张啊，这个商品只切了一张。好，为什么商品只切一张呢？商品是从数据库读过来了吧？所以说你只用一张代替就行了啊。然后这几个是活动的图片，活动的图片的话可能是真的啊。为什么呢？就是可能是公司的什么运营人员去现场拍的图片啊，可能是真的啊。这个要沟通是吧？问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啊？啊，应该是真的吧？应该是真的啊。产品图片的话是怎么样呢？是从数据库读过来的，是吧？就你要什么促销哪几个商品嘛，是吧？你不是开一个接口嘛？然后我去读这几个商品，把它放到这里来嘛，是吧？放到下面这里来啊。好，这是关于这个的什么呢？这几个背景的东西啊，背景的知识啊。那接着我们来说一下这个怎么做，是吧？怎么做的话，那么一样的，我们先什么呢？先把这个图片拿过来啊。那么切图这个工作的话，我们先把它什么呢？省了啊，切图工作省了啊，复制一下啊，复制一下拿过来啊。切图的话，大家没问题了吧？是吧？都会切了吧？忘了是吧？忘了啊。好，新建一个，比如说我新建一个项目文件是吧？这个叫 web 什么？这叫水果节吧，是吧？啊，水果节啊，水果节啊。好，这个拿过来了是吧？拿过来之后，然后我们的 JS 和 CSS 都要拿过来是吧？啊 ，JS 新建一个 JS 文件是吧 ？JS 文件啊，然后的话我们需要哪些 JS 呢？就是这个 jQuery 是吧 ？Bootstrap， 然后是 jQuery 是吧 ？jQuery 啊，然后其他的不需要了啊，这两个是吧？复制一下拿过来啊，拿过来放到我们的这个 JS 文件里面是吧？啊，粘贴一下是吧？好，然后的话这个 CSS 啊 ，CSS 拿过来啊，然后是需要我们的这个 CSS 吧 ，Bootstrap 点 min 点 CSS 啊。好，然后是这个拿过来，拿过来之后，然后的话，我们记得我们要用到什么字体图标吧？字体图标也把它也拷贝过来啊，复制一下啊，复制一下，然后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啊，啊，粘贴一下啊，大概这么4个文件是4个文件夹吧，4个文件夹啊。那么的话就是我们接下来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效果图用 Photoshop 打开，然后结合它怎么样来做我们的这个专题网站吧，是吧？好。然后的话，我们把它拿过来啊，这个是水果节啊，水果节，这里是吧？对，这个水果节啊，好，在结果节里面，然后新建一个什么呢？新建一个 index 文件吧，是吧？啊，新建一个文件啊。好，在这里面新建一个文件，比如说它的文件名是，好，文件名是 index 是吧 ？index 点 html 是这样的啊。好，存一下，是吧？好，存一下，存到这个文件夹里面来啊，存到文件夹里面来。然后的话，我们首先的话，新建一个 H5 的文档吧，新建一个 H5 的文档，然后的话就是把我们的资源先拿进来，是吧？那么这个文档首先怎么呢？首先它是要在移动端看的，是吧？它在适配不同的终端啊，移动端看，那么先写一个什么呢 ？MTAVP 吧，是吧？移动端啊，然后这个名称是什么呢？天天生鲜啊，天天生鲜啊。水果节是吧？水果节啊，那么这个是按照它这上面写的吧？天天生鲜水果节啊，实际上就是促销水果是吧？促销水果啊，好，这个是水果节。好，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资源呢给它引进来啊。首先把什么呢？可以把 CSS 引进来啊 ，link， 然后这个是 CSS 里面的什么 Bootstrap 点 CSS 吧。好，接着的话，我们把这个 JS 引进来啊，好 ，S。然后是 src 等于这个 js 里面的这个 bootstrap 点 min 点 js 是吧？好，然后的话我们把这个，哎，引错了啊，这个先引什么 jQuery 啊，先要引 jQuery 啊，我们在上面引就行了啊，先引 jQuery， 然后引 bootstrap。好 ，js 里面的这个 jQuery 吧 ，jQuery 啊。好，这个 jQuery。jQuery 引完之后，然后的话，这个基本的资源我们都引进来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做什么呢？要这么做啊。我们可以借助于 Bootstrap 的 CSS 是不是这样的来做一些效果？但是有些效果怎么样？我们需要自定义吧？有些效果需要自定义啊。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我们可以再新建一个 CSS 文件啊，在这个 CSS 文件夹里面再新建一个 CSS 文件啊。比如说这个文件叫什么呢？叫 index 点 CSS 可以吧？啊，把它保存一下啊。好，保存一下。那么这里面就有两个 CSS 文件了吧？好，保存一下啊。然后的话怎么样呢？把这个 CSS 文件啊，把这个 CSS 文件引到这里来啊。大家记得这里有个顺序啊，一定要在它的下面引，记得啊，要在 bootstrap 点 min 点 CSS 的下面引我自己的 CSS 文件啊，记得啊，这是很重要的啊。好，这里 link 是吧？然后这个是 CSS 里面的什么 index。点 CSS 是不是这样的啊？啊，引进来啊，好，好，那么接下来的话就是什么呢？开始写我们的什么呢 ？CSS 文件了吧？写我们的啊，好，开始做我们的页面了啊，这个基本上就好了啊。好，首先的话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基本文档就做好了啊，那我们就开始结合这个什么呢？结合这个什么呢？效果图来做页面啊。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顶部的这个地方啊，顶部这个地方啊，顶部这个地方的话，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是什么呢？宽度啊，整体宽度应该是什么呢？1140是吧？1140啊，1140为什么是1140呢？是因为我们左右还有15的间距，1170减去左右15的间距，应该就是1140了啊，大概这样一个宽度啊，这样一个宽度了啊，好。好，那么顶部的这个什么，这个菜单栏我们是不是今天上午都做过了是吧？那么这个菜单的话就好做了是吧？菜单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我们把我们上午做的那个东西把它拿过来是吧？啊，上午我们做过一个菜单是吧？可以把它拿过来啊，拿过来的话，那么好，拿过来的话，那么就是这个导航条是吧？上午做这个导航条吧。是吧？好，我们把它拿过来啊，拿过来直接拷贝过来就行了，是吧？直接拷过来啊。好，拷过来之后把它稍微改一下就可以了，是吧？这个什么呢？这是导航条吧？导航条啊。好，导航条放进来之后是吧？那么大概是这样子的，是吧？然后我们把这个菜单的文字改一下，是吧？菜单的文字的话，这个是。首页推荐商品，手机生鲜抽奖是吧？首页推荐商品是吧？推荐商品，然后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手机生鲜是吧？这个是链接到这个移动浏览页面是吧？移动页面我们做过一个吧，是吧？链接到移动浏览页面啊，然后再有一个是抽奖是吧？抽奖啊，抽奖。好，这个放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大概是这样子的吧？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页面已经出来了是吧？这个页面已经出来了啊，大部分的效果已经出来了啊。那么我们来先改一下这个地方，这个 logo 是不是这个 logo 吧？是我们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图标吧。这个图标的话，那么在这个切片的时候已经切出来了啊，在这个 images 里面有个 logo 是吧？是不是有个 logo 啊？它的背景是透明的啊，这起板格就表示透明的啊。然后我们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 logo 换成那个图片是吧？换成那个图片啊，比如说是 image 是吧？Emerge src 等于这个 images 里面的这个什么呢？这个 logo 是吧 ？logo 点 png 吧。好，给它一个 alt 等于什么？天天生鲜，天天生鲜，然后是 logo 是吧？天天生鲜 logo 啊。好，这个放进来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看一下它的效果啊。那么来刷新一下是吧？那么这个 logo 怎么样？是不是怎么样？是不是这个位置不对啊？是吧？位置不对啊，位置不对的话，这个时候应该是什么呢？属于这个应该是这个样式不对吧？这个 nav bar brand 它不对是吧？它不对啊，它不对，我们做什么呢？我们来调一下啊，比如说检查一下啊，检查一下之后，然后看一下它的效果是吧？这个 nav 什么 brand 是吧？看一下它的这个样式的话，看见没有？它有 padding 是吧？它有上下有15的 padding， 左右有15的 padding， 是不是这样的、啊？应该是上下的 padding 太大了，是不是这样的、啊？如果我把 padding 把它取消掉，是吧？那么这个又上去了，是不是这样的、啊？好，那么我们怎么做呢？其实主要是做它的这个东西吧，改它这个是吧？好，我们可以怎么样呢？把它选中吧，是吧？主要是改它是吧？主要改它啊 ，nav bar brand 是吧？啊，把它复制一下啊。然后我们怎么改呢？这个时候怎么样？我们就不要再。肯定不要改它的 CSS 吧，我们在我们的这个里面改就完了是吧？把它拿过来，在这里面改是不是就可以了 ？NV bar brand 是吧？主要它的 padding 有问题吧 ？padding 啊，比如说它的 padding， 我们改这个 padding 之后，是不是覆盖它默认的 padding 啊？是吧？好，它应该是上下的 padding 太多了是吧？好，比如说它上下 padding 我给个 5px 啊。好，左右再给个15，这是覆盖掉它原始的是吧？好，这样改完之后，大家看一下啊，为什么我这么改的有效啊？大家看一下是吧？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它上面的 padding 15吧，15是吧？是不是设置完之后，然后我下面又设置了一次是吧？我下面的是不是覆盖它上面的，是吧？那么就把它改过来了是吧？那么为什么不能直接在上面改呀、啊？你如果改了 bootstrap 点 CSS 是不是？后面所有的资源，如果凡是引到这个 CSS 是不是全部变了？这个影响面太大了吧？这个风险太大了是吧？不要影响原来的，我只动我这个页面的什么？只动我自己这个页面，是不是这样的啊？啊，就不要改原始文件啊，直接动我这个页面，用我的什么样式覆盖它啊？这就是我们做页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啊。做页面很重要的一个策略就是在我的页面里面再另外写一个样式覆盖。原始的样式啊，原始样式不动啊，这样子的。好，这个的话就是把什么修改的面呢，影响面降到最小啊。好，这么写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看一下这个 logo 是不是变好了是吧 ？logo 大概的摆正了啊，这个是5是吧？是不是少了一点啊？向下再多一点是吧？向下多一点，我上面来个7，然后右边来个15啊。好，下面来个0嘛，下面就不给了是吧？好，左边再来个15是吧？这样子是吧？好，这样子啊。好，再来刷新一下是吧？那么它稍微下来一点是吧？大概这样子是不是摆好了是吧？好，摆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这个来看一下它的效果是不是可以出来是吧？这个效果基本上没问题了，上午我们已经调出来了是吧？就这样子啊。好，这样子是吧？点一下，这个菜单也有了是吧？菜单也有了啊。好，相当于这个头部这个地方呢，这个结构基本上我们做好了是吧？基本上做好之后，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什么呢？跟它什么相差的还是有点问题，有点距离吧？它是这种颜色的吧？是吧？它是这种颜色的啊。我们这个是什么？是黑色的，所以说什么呀？我们要做自定义吧？要做自定义啊。好，要做自定义的话，那么怎么做呢？那么先把它先什么取一下这个颜色吧？啊，取这个颜色是吧？然后是这个颜色是吧？啊，把它复制一下是吧？接下来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来改它的颜色吧，改它颜色啊。好，那么怎么改呢？在上面点右键啊，直接点右键点检查是吧？点检查啊，然后这个颜色我们来看一下啊，用这个是吧？看一下它的整体颜色，这个是吧？这是不是有一个整体颜色啊？这个什么 nav bar inverse 是吧？这是它的什么背景色吧是吧？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一边框的这个什么，还有一个这个颜色的边框是不是这样的啊？啊，好，然后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复制过来是吧？复制过来一下啊，复制一下，然后还是到我们的样式里面是吧？到我们这个样式里面，然后改一下它啊，改一下它啊，然后设置一个 background-color 是吧 ？background-color， 然后是什么呢？我们刚刚复制的颜色是吧？刚刚复制颜色啊，没复制过来啊。好。好，这个改完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好，刷新一下是吧？这个颜色是不是改了是吧？颜色改了之后，这个边框没改是吧？边框还有一个 border-color 是吧 ？border-color 啊。好 ，border-color 的话改成跟它一样是不是可以啊？改成跟它一样啊。好。好，刷新一下是吧？那么这个是不是也改了是吧？好，那么的话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什么？我们可以什么自定义吧，是吧？相当于我们如果懂样式的话，可以自定义啊。这是在这个基础上可以做到更多的一些改变，是吧？好，那么接着什么呢？这些文字应该是什么？白色吧，是吧？然后这个文字的话，应该是稍微的什么？这个颜色，这个高亮颜色不好看，是吧？我们会换一种颜色啊。首先的话，我们来改一下这个文字的颜色，是吧？检查一下啊。这个文字的颜色的话是属于这个 NAVLIA 是吧？它的颜色在哪里呢？这个颜色是吧？这个颜色是吧 ？Color 啊 ，Color 啊，好，它的颜色是吧？它可以到里面去啊，到这里面去之后，然后点一下这个格式化是吧？点这个格式化。那么到这里面来了吧？这样这个地方好复制一下啊，好复制一点，然后这个是这个是吧？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然后是复制一下啊，复制一下，然后还是到我们这里面来是吧？然后这里点啊，然后这个颜色就给它来一个白色，是吧？来个白色啊。好，来个白色之后看一下，然后是刷新一下是吧？那么这个变成白的吧，是吧？变成白色的啊，变成白色之后，接着是这个什么呢？这个高亮的颜色是吧？这个高亮的颜色啊，这个高亮的颜色的话，应该是这个 hover 是吧？这个 hover 吧，这个 hover 啊，这个 hover 应该是从这里点进去是吧？点进去之后，然后再点这个格式化啊，那么可以找到这个地方是吧？这个地方是吧？它的这个这整体的啊。把它复制一下是吧？复制一下，然后到我们这边来是吧？到我们这边来啊。好，然后它的背景色的话，我们给一个比它深一点的颜色可不可以啊？是吧？啊，比如说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我们取一个比它稍微深一点的啊，深一点的，这个颜色是吧？复制一下啊，复制一下之后，然后这样子是吧？好。然后再刷新一下是吧？这个是不是改了是吧？大概是这样子的吧，这样子的啊，就说我们在它基础上进行了自定义是吧？那么就改成我们要的颜色了啊。改成要的颜色之后，这个时候我们再来把它这个，如果把它缩小一下，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看这个效果啊。好，缩小的时候，那么缩小，这个时候这个框是不是得改一下是吧？然后再点一下看一下，是吧？这个黑色好像不太好看是吧？不太好看啊。不太好看之后，我们可以怎么做呢？就是把这个什么呢？把这个颜色改一下是吧？首先改这个颜色啊，检查一下，改这个颜色。这个颜色的话是这个 nav8.toggle 吧，是吧？啊，比如说 toggle 啊，在这里是吧？然后它的 border-color 啊 ，border-color 都在这个地方啊，复制一下是吧？ 错了啊！好 ，border-color 的话，我给它一个白色，是不是这样的？白色啊，白色之后怎么样呢？就是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之后，这个时候怎么样？是变成白的啊，变成白的啊。好，变成白的，我放上去之后，这个颜色还不对是吧？好，放上去之后怎么样？是这个黑的是吧？好，这个的话就是什么呢？需要一点耐心的是吧？需要一点耐心啊。 一个的把它找过来是吧？找出来，比如说这个，好，这个还是进去吧，然后这个。 好，这么找还是不好找啊，还是要把它调小一点再来找啊，调小一点，检查，检查这个是，这是应该这个是吧？这个 focus 的时候是不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啊，这就是它 hover 的时候 ，focus 的时候是吧？ 这里是吧？这里啊，好，复制一下是吧？到这里来啊，这个需要一点耐心啊。好，这个的话，那么就把它调成这个颜色，或者是这个颜色是吧？这个应该是这个颜色啊，跟它一样啊，跟它一样。好，放这里来是吧？放这里来啊。好，放这里来之后，我来刷新一下啊，刷新一下之后，那么这个时候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样子吧，是吧？是不是改了？ 跟我那个 A 的颜色是一样的，跟我那个什么首页的颜色是一样的，是吧？再点，点之后，那么大部分的颜色我们都调好了，现在是差一个这个边框的颜色，是吧？边框颜色我们再来调一下，比如说这个再检查一下，检查一下这个边框的颜色是这个是吧 ？border 啊 ，border-color 是这个啊，好，复制一下，然后的话再到这里来啊。 到这里来之后，然后是这个 border 是吧 ？border color 给它来个白色是吧？白色。好，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就是刷新一下是吧？刷新之后，然后再点是吧？这个是不是就改过来了？是不是全部改过来了？全部自定义了吧？是吧？自定义了啊。好。 好，这个就是关于这个菜单的制作是吧？菜单制作啊，就是按照我们的意愿来改了啊，然后又用到了这个什么 Bootstrap 吧。好，